大家好，席夫雅集私人博物馆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恭亲王府的架子床，一样是海南黄花梨，雕刻着慈容图案，镶嵌着和田白玉做成的恭王府专用的寿字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床角，一样是享受的脸，就可以知道床主人的品阶跟位分了。好朋友们，想要早生贵子，夫妻和和美美，早日抱孙子吗？赶快到席夫雅集私人博物馆来，我们这里有一座恭王府的架子床哦，来坐一坐，摸一摸，感受一下皇室的贵气，让新婚夫妻如愿以偿，得生龙子。